你知道我有多少问题想问你吗？妈妈她一直非常不谅解我，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们，但请你相信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。 当一个正常的爸爸。美食警匪动作影集中，柯淑媛饰演黑道卧底，身份曝光，父女俩海边拥抱相认，连工作人员都被感染，眼眶泛泪，但才刚和解。别动！爸，跟过来。 导演编剧马上让柯淑媛领便当，凶嫌还指向王伯杰饰演的杀手李子东。不是你想的。追凶手意外发现是自己的好饭友，这段因为美食而建立的友谊即将破灭，剧情走向越来越精彩。最新一集还找大咖歌手演出。好了。 预告片段台词不多，光靠眼神就很有戏。歌手信饰演杀手组织领导人物，潜伏少年监狱当理发师傅，惊喜客串展现超杀魄力，同时也将解开王伯杰的身世之谜。三立新闻蔡宇智、曾家轩台北报道。